每当跟客人介绍这本书的时候，也是很多客人的小时候的回忆，因为他说现在的农村，现在的三合院越来越少，所以他希望这本书可以给大家做纪念，或者是可以给大家看这样子。做一个简单的，因为他身为在地西罗女儿，对，所以他有出了一本西罗小说，那个西罗女儿的小说。那我们希望是透过把他的在地乡村的创作，然后把它推广到外面，然后可以继续做一些传承，一个公仔社区，然后把创作活络到这个社区里面。怎么让阅读变成一种习惯？我觉得从绘本开始是最棒的，因为绘本的话，它就是文字比较少，那它的图比较多，那很适合亲子大家一起来共读。那也很适合的话，把它变成一种习惯。我想阅读如果能够变成一种习惯的话，就跟说故事一样，它都是我们大人送给小孩子最棒最棒的礼物啊！我觉得身为一个云林人，出去爱惊咯吼，爱抬头挺胸，爱有风。那这些能量来自哪里？就是要来自我们的土地，来自我们的创作。那我觉得马哈已经把他的经过他的提炼，这些都是一种最棒的精髓。